我居然让他在我这住下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看他没有走的意思，我必须得提醒他。九点了，咋的了？走吧。不是我也不用照顾我，你搁我家一天都我照顾你，你搁我家待着干啥呀？走吧。但没想到，我没有钥匙，你先让我走啊！冻死我！你先让我走，出去就是冻死，你冻死我，在外面。不是我，你要让我走，我现在我就走，我走了，我冻死。道德绑架是不？你冻死我吧，我走了。你回来吧。真拿他没办法。你看吧，你还是舍不得我。我说我可没舍不得你，你说什么道德绑架我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跟别的男的家住，还有点紧张呢。你跟我犯不着紧张，你咱俩没啥事啊。一会儿完你上那屋睡去，完我搁这屋睡啊。那我要洗澡。哎，洗澡？你洗啥澡啊？睡在哪儿啊？不是，洗澡。你搁我家洗澡能方便吗？我带洗漱用品了，有啥不方便的？你不是不夸我吧？我必须证明一下我的人品。洗吧，没事的。嗯。包递给我一下呗，那个终极目标又出现了，叮叮当当的，谁偷看你？里面到底是什么？这身材好，等他出来就水落石出了。别偷看我呀！好期待。